偷偷讲一下。嗯。我发现，晚点他是化妆比较贴妆哦，就不容易掉妆，脸看比较明亮，没有胡子看起来比较亮一点哈。吹气这样子的，鼓了。你看我，吹气这边，你这样比较不会那么有感觉哈。好，这是胡子哈。休息一点了、没有胡子看来比较亮一点。好明显。我擦多一点，会不会像？会不会很烫？还好。还能定大量。细细的毛，真面了，谢谢。这个是出。